这什么东西啊？吃不出来吗？像鱼，可是又没有腥味儿。哼，这叫鱼腐，是福建的菜式。宝宝知道你怕腥，专门为你研究发明的新菜。干妈，去跟客人说一下，今天东主有喜，就不接客了。哎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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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金大叔来了。哎，老吉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答应他们三个请他们吃饭，你们在用餐呢。哎，我们换一家吧。来来来，一起坐，一起坐。其实啊，今天是庆祝丹丹平安归来，人多更热闹。来来来，坐坐坐。来来来来来，坐，来来坐。来，不碍事吧？我没意见。来来，坐坐坐坐坐。好，那我们坐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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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你们先坐，我再去加点菜。其实呢。今天我们来是特意串门的。哦，对对，串门的。你们今天在大街上那一幕我们都看见了啊。我们就是有点看不过去，所以想给艾公子澄清一下。澄清什么？不就是上次你拜托我们的事吗？什么事啊？艾公子，你就别怪老君我多嘴了，我觉得这个事呢必须要夫人知道啊，免得那好事变坏事，害了自己又对不起人家。怎么了？什么事啊？对啊，到底什么事啊？这个啊，要不然这样吧，我们先吃，吃了饭再说，好不好？对对对对，吃吃吃，吃了再说。不用了，现在说吧，说完再吃嘛。怎么了？也没什么啦，就是前几天艾公子来我们店里给肥冷翠订了一个坟头。哎呀，原来是这样，我还以为是什么事情呢。那人家死得那么惨，给他做个坟头也是应该的吧。对对对，可是墓碑上写着爱妾肥冷翠，离别人爱夫爱丁堡的字样。什么？哎呀，我都说了吃了再说嘛，咱们吃吧。还吃？我不吃。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。对对，这个事情呢我最清楚了。其实艾公子呢是为了安慰死者，免得他沦落成游魂野鬼才这么做的。哦，对呀，丹丹，你看多伟大的事，我们都被感动了。嗯，相信肥冷翠姑娘泉下有知的话，一定会很感激你们的。是的，是的。少奶奶，这只是名义上的，不是真的，你就别怪少爷了。啊啊啊！宝宝，你最近常出去，就是为了忙这事儿啊？对啊，是是。哎呀，桌子摆好了，先吃饭吧。那先吃饭吧。哎，来，先吃饭，先吃饭。走走走走走。哎，小心小心啊。成功了！哎呀，这次太感谢了，这样的桥段你们都能想到，真是太绝了。还真是伤了不少脑筋，只是一想到你们夫妻要分离，我们就必须要坚持想下去。哎，照这么说，丹丹妹妹看起来是接受了。再怎么说，她还是很善良的。所以说嘛，你以后要对她好一点哦。嗯，放心吧，我会的。事情还没完。没完？什么意思啊？弟妹不是一直怀疑你是独孤泽南吗？嗯，哎呀，所以必须再下一城，要他完全不怀疑你是独孤泽南，才算大功告成。啊？不用紧张，其实啊，打你上次从卧龙镇回来，我们就知道你一定是独孤泽南。跟了你这么多次，我们都知道你是为了这个镇好。嗯。所以啊，我们大家都好佩服你，还一直希望你能早日找到一个好媳妇。天公作美，丹丹妹妹终于出现了，可惜你们怎么总是吵架呢？哎，哼，我还以为只有我自己知道，原来知道的人还真不少。知道无所谓，别让他抓到就行。嗯，你有办法？嗯，找个人代替你，栽在他手里。那怎么行？如果被抓到，要坐牢的就永无翻身之日了。嘿，没关系，反正他已经是生不如死了。
谁啊？还有谁啊？莫大言。他。莫大言是我的下人，擅长制作兵器，是个少年得志、不可多得的人才。我们不堪皇帝沉迷玩乐，荒废政事，感觉再待在宫里只是蹉跎岁月，于是就一起逃走，来到了卧龙镇，想过些平凡的生活。可偏偏莫大言爱上了你的姑娘，因为自觉是个卖鱼的，一直不敢表白，眼睁睁地看着你姑姑远嫁。虽然如此，他的内心还是希望有重见梦中情人的意思。20年过去了，梦中情人回来了，卧龙之花却被人抛弃，还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。莫大言不堪打击，终日沉迷酒色，谁知道义春阁接二连三发生凶杀案，最后还关门大吉。莫大言认为是老天爷在耍他，更加自暴自弃，整天等着阎王爷来取他性命。我就不信我睡我沙场君武来正君莫笑，是不是古来让他代替我合适吗？哎呀，只要他能在此之前干上一件大事，这是他毕生的愿望。古来的大爷，我还是大爷这个哎，能喝大爷哎，喝酒是不大爷爱公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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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莫，来来来来来，喝点茶清醒一下。这太烫了，慢点嘛。爱公子，你不要骗我啊！你真的答应我，让我去假扮你。要是你被抓了，你这辈子就在大牢过了。无所谓，大家都认为我是独孤则难了，就不是个臭鳗鱼的，我就当场被他们打死，我也无所谓。你这样行吗？你这一张嘴不就全露馅了吗？哎，老莫，我看算了。金大哥，你就做个好人，你就帮我说两句好话吧，我行不行？我求求你了，你就帮我说你两句。你自己讲话结结巴巴，谁听得懂啊？对，爱公子，我想明白了。到时候我不讲话不就完了吗？不讲话啊。哎，怎么样，这围棋的玩法呢主要是分为七块，游戏规则：行棋、布局、对杀、死活、中盘和收官。想要成为高手呢，必须要记住这些口诀，比如黑白子，黑先走，黑要胜过185，交叉口，气相连，气尽棋王，最自然。听您这么一说，好像挺容易懂的。还有呢？还有啊，你还想知道？下棋的最终目的呢，就是要赢，所以布局的口诀一定要谨记。先站脚，后走边，中间是个草包肚，三线地，四路是高低配合封好口，抢实地张外势，两翼张开连成片，行宽处
五拥挤，有双拆二可分头，朗朗上口啊，班头，太厉害了！哎，你们都在这儿？哎，丹丹，你怎么来了？没什么地方好去，就过来看看。我们正在下棋，你要不要一起玩？啊，不用不用，你们继续，我在旁边看看就行了。那我给你搬个凳子来。谢谢啊，谢谢。先坐吧。哎呀，丹丹姐啊，班头刚刚在教我口诀呢。是吗？来，继续继续。那我继续玩了。嗯。关于布局呢，对杀也是相当关键的。所谓的要杀气，看仔细，攻气先紧，外气长，攻气长，外气短，杀气就看谁有眼。哇，这个眼原来这么重要啊！都有眼，比大眼，大眼一定胜小眼，你说对不对？丹丹，原来你也是高手。说不上，还有一局没有琢磨透。那说来听听啊。一子解双争。一子解双争，我还是第一次听说。意思是一手棋落在棋盘上，可以同时解除两块棋被争吃之忧。早年扶桑国的王子来华和我们的国手顾诗言对局，就是败在这个局。一直以来我都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棋骨相当的对手切磋一下，但是一直没有找到。啊，班头，又有密报。密报又有了，快给我看看，这几次破案全靠他了。啊，怎么了？密报说独孤泽南这两天会随时出动，让我们做好充分准备。有没有说他要偷什么？我的任命状。好啊，敢在老虎头上扑苍蝇，看我怎么收拾他。不是说好了吗？等孩子出生了再回衙门。独孤泽南又出动了，我怎么可以不去啊？你也知道，一睹他的庐山真面目是我最大的心愿。我知道，可是你现在，哎呀，叫我怎么能放得下心呢？哎，放心吧，我已经向高大人申请人力支援，人多势众，这次啊肯定把他拿下。你自己小心点吧。那也许是一场恶作剧呢。说的也是哦，这样事先张扬，这家伙可能又使出什么调虎离山之计啊。那里还去，那要是他说来不来，就是乌龟王八蛋。哼，这个刁妇拐个弯骂我是乌龟王八蛋，岂有此理。通知其他的捕快在这里集合。是。高大人。哦，志大，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全都布置好了。高大人，你说我的任命状也不值钱，独孤泽南为什么要偷他呀？哎，看来啊你还是年轻，这么简单的道理你还不明白吗？他的目的就是让咱们衙门丢脸，以后出门呢都抬不起头来。那他也太过分了吧。就是过分嘛。嘿，这些年卧龙镇出现了多少情况，他总是赶在我们衙门前面先把问题解决了啊，而且还明目张胆的把那些贼赃偷走，使我们的颜面扫地呀。卧龙镇这些年换了多少个班头，都是因为他而前途殆尽，甚至是人间蒸发。哎，可你就不同了，年轻有为，
可是我手下的一朵奇葩啊！哎呀，不错，小伙子，刚刚上任才几个月，就战绩累累。多努瓦利，我是很看重你的，千万不要辜负我对你的期望啊！谢谢高大人，我会努力的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哎，对了，丹丹呢？他怎么没来啊？哦，是啊，不过倒是不希望他来。哦，理解理解啊。其实呢，我的内心也是很纠结郁闷呐。哎，估计你现在已经走到很远了吧。到了奈何桥，喝了孟婆汤，转世投胎了吧。听说孟婆汤就像忘情水一样，喝了之后就会忘掉前世的一切和受过的委屈。你就把一切不好的事情忘了吧。不过要是所有的事情不像你想象的那么顺利，没关系，爱丁堡已经承认了你爱妾的地位，也就是说你是咱们爱家的人，不再是孤魂野鬼，我们都会为你撑腰的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是咱们家的一个关键时刻，我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，不管结果如何，我都会把你当亲妹妹一样经常来看你。你好了没有？郑大哥，我还可以吧。莫大叔，嗯，你要是后悔，现在还来得及。哎呀，后什么悔？我等着这个时刻，等的不耐烦了，我这会儿就出发了。哎，老莫，哎。你的身材跟艾公子差很远，等天黑再出去，免得让人家认出来啊。对，丹丹跟我是有过几次正面交锋，他记性特别好，过目不忘，一点点的漏洞都逃不过他的眼睛，还是小心为上。老莫，艾公子一家的幸福就压在你的头上了。金大哥，这是我一生最后一次，也是唯一一次扬眉吐气的时候了，我不会错过的，也不会辜负艾公子，也让艾夫人见识一下我这样事儿的独孤子泽南。莫大叔，谢谢你。放心，客气什么？嗯，是。哎，丹丹姐，丹丹姐，哎，大人，丹丹，你真的来了？哎，当然，丹丹，捉拿独孤泽南是我的终极任务，当然要来。丹丹呐，今非昔比啊，为了保证你和孩子的安全，还是先回家吧。我们这里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，大家伙都信心满满的，独孤泽南这次肯定是逃不掉的，一旦有消息，马上通知你。大人，别再磨磨蹭蹭的了。你也知道我顾丹丹决定要干的事，没人可以阻止的。班头，你的任命状呢？这儿呢。给我。哦。我就要看看你到底有多大的本事，能从我身上把这任命状偷走。爱丁堡，就算今天拿不下你，也要揭开你的真面目。相公，你儿子今天有重大任务，你得保佑他一战成功，成功缉捕独孤泽南归案。还有那个叫丹丹的女孩，我跟你说过，我觉得她呀会对儿子的事业很大的帮助。虽然她现在是别人的媳妇，而且还身怀六甲，但我相信总有一天她会成为咱们的儿媳。夫人，吃饭了。大爷去，别忘了保佑她呀。相公，
还有一件事儿，最近夫人，饭菜都要凉了，快吃饭吧。最近呢，我跟一个卖水果的人叫金桂祥做得比较近，但我们什么也没干，你可别把我想偏了。我知道我生是袁家的人，死是袁家的鬼，我一定会永远守住这个家的。张叔喜儿，不如从今天起咱们一起吃饭吧。哎呦夫人，那可使不得使不得，下人怎么能跟主人一起吃饭呢？这成何体统啊。是啊夫人，这要是传出去了，人家会笑话我们的。哦，是吗？嗯，不过陪夫人做做美容还是可以的。你想去做美容？夫人，喜儿听说啊，冠婚机藏专门店今天搞活动，而且啊还有礼品送呢。哇，这个机会不能错过。嗯，夫人，我们吃完就去。嗯，怎么还不来啊？杜姑在那怎么还不来啊？嗨，我还以为他来了呢。我告诉你啊，做捕快这一行的就是要学会等。嗯，说得对。小胖啊，现在我们能有馒头吃已经很不错了。这想当年我们为了抓捕一帮江洋大盗，那在海边是埋伏了好几天呢，风餐露宿，饥寒交迫，就这样还不知道等到何年何月。哎，那滋味真的是让人难忘啊。啊，你们还干过这么大的事呢？班头给我们讲讲呗。班头跟我们讲讲。想当年在山东崖州，我跟副班头两个为了抓一个江洋大盗，哎，志大，你这消息可靠吗？怎么人到现在还没来啊？哦，我每次收到的密报都准确无误，您就放心吧。嗯，反正要是今天他不来，他就是乌龟王八蛋。丹丹，嗯，你饿不饿？要不我给你弄点吃的去。哦，我不饿，我还是出去巡逻一下吧。我觉得他今天一定会来。哎，他这是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。孩子，你今天怎么老踢娘啊？娘今天有任务在身，要是让他们知道我这个样子，肯定把我轰回家了。乖了，你别踢了啊！娘今天一定要证明你爹是不是独孤泽南。乖，别踢了啊！乖。啊，乖儿子啊，好样的，乖儿子。还是出去走一走好了。看看那边发生什么情况了？什么都看不到。什么都没有。算了，那你们都去休息吧，休息去吧。哎，任大人，哎，任大人，哎，公子，我给丹丹带饭来了，你也一起吃吧。丹丹不在衙门，他又跑哪儿去了？我也不知道。哎，公子，你还是带丹丹回去吧。刚才我看他捂着肚子很痛的样子，我很担心他。很痛？嗯，不会是开始阵痛了吧？阵痛？哦，阵痛呢就是孩子来之前先跟大家打个招呼，
一般分为几个阶段。开始的时候呢，先痛一会儿，隔一会儿时间再痛一会儿，然后痛处按次数加强，接着就会出现越来越频繁，最后呢见羊水或者见红。哦，见红是什么意思啊？哦，就是流血。流血，这也太恐怖了吧。那我们先去找他吧，别让他在外面瞎溜达了。你说我能劝得了他吗？先别管那么多了，先找到人，这要说不准一会儿在哪儿生了呢。好，我先把饭盒放这儿。哎，别放，先拿着吧，一会儿我帮你拿着。袁大人，你看看你，比我还急的样子啊！独孤泽南要偷我的任命状，我的任命状在丹丹的身上，所以我比较紧张一些。哦，那赶紧走吧。今天呢，是我们冠婚祭葬一站式专门店的周年店庆，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，我们姐妹仨特意为大家派送红包。这个红包里面是送给大家的礼物，人人都有份，随时都可以兑换。有这么巧的事？来，别着急。哟，丹丹，你也来了？有，人人都有。小学生的，都有啊。丹丹来了。丹丹来了。怎么都这么大了？哎，袁大人，这样吧，咱们分头找。好，那我去前面找，你去那边找。好。任命状怎么会在丹丹手里？赶紧通知莫大叔才行。哎，这个是你的，拿好啊。来，丹丹，隆重向你特别推荐产后修身。对，保你没坐完月子，就能恢复以前的苗条身材。丹丹，啊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我还到处找你呢。干嘛这么慌慌张张的？艾公子说你已经开始阵痛，让我带你回去。他人呢？他到那边去找你了。行，看你是不是有分身术。好吧，咱们去找他。嗯，改天再聊啊。啊，好，丹丹慢走啊，慢点，袁大人空来啊，慢点啊，哎，慢点，哎，来。哎呦！少爷这几天干什么去了呀？幸亏有姑奶奶你啊，要不然我们真不知道怎么办了。应该的。哎，这干爸哪儿去了？哦，干爸呀，家里没有盐了，我让他到镇上去买点盐吧。哎呦，少爷到底在干嘛呀？以前这些事他盯得很紧的。你想想，丹丹就要临盆了，他要忙的事情有多少啊，是吧？你就体谅体谅他。姑奶奶，姑奶奶，哎呦，你可回来了。姑奶奶，今天大街上可热闹了啊！芙蓉姐他们20周年店庆大派红包啊，很多人都去拿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哎，这红包里面礼品可多了，有些人拿到美容护理，有些人拿到足疗，还有人拿到修甲。啊！还有个人最幸运，拿到了修身套餐。啊！修身套餐？修身套餐，就是一个月可以减去20斤啊！哎，姑奶奶，这个你行啊？嗯，我都这把年纪了，算了。哎呀，姑奶奶，我告诉你啊，你现在也特好看。对，就是身子胖了一点儿。你为什么不把握这次机会，让自己重生一次呢？去吧，我们支持你，我们支持你，支持你。去吧。哎，人在哪儿呢？刚才人还在这儿呢。班头，刚才爱丁堡有没有在你身上怎么样？没有啊，他能在我身上怎么样啊？就是想从你身上拿到什么似的。没有啊，怎么可能？说起来，他好像真的在我身上扫了一下，我还觉得挺奇怪的。你不会怀疑他就是独孤泽南吧？一会儿就知道了。经过，经过，哎，经过，经过。
大叔。啊！老金，金大叔，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哎呀，老金，老金，你没事吧？老金。小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怎么会是这样？哎，金大叔，没事吧？夫人。啊。没事没事。糟了，空城计。空城计。扶我回衙门。哦。哎呀，金大叔，真没事吗？没事。小心。我来了，郭大叔，请慢。哎，公子，别进去，搞错了，任命状不在里面，在丹丹手里。他人呢？在大街上。我去找他。哎，别去了，他明摆着请君入瓮，你这一去死定了。但求轰轰烈烈的死，不求无声无息的活，这件事就是包在我身上，你不用管了。哎，小心点啊！让走了。高大人，高大人。高大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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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丹丹，高大人，怎么了？有没有看到爱丁堡？没有。出什么事了？丹丹怀疑爱丁堡就是独孤泽南，独孤泽南就是爱丁堡。不是怀疑，只是现证据。我敢写保单，他今天晚上一定出现。哎呀，哎呀，原来你们全都在这儿啊！丹丹，你跑哪儿去了？我找着你很辛苦啊。啊，不过也没关系，人没事就好。饿了吧？吃饭吧。爱丁堡，你还耍什么花样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偷了袁班头的任命状，对你来说有什么好处？让衙门颜面无存，对你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啊？什么二十年电庆，什么水果车翻车，都是你弄出来让我们分散注意力的，对不对？我，丹丹，你误会，我不是你的丹丹，我是衙门的捕快，我是执法者，我跟你正邪不两立。我跟你说，你要不束手就擒的话，我跟你真的……啊！丹丹，你丹丹怎么了？你丹丹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阵痛啊？阵痛，就是孩子出生之前先给你打个招呼。好，丹丹，丹丹，哎，公子，丹丹，你赶紧把他带回家。好好好，你别碰我！你要是不承认你是独孤泽，那我哪儿都不去。丹丹，哎，好，快想办法呀！我就是独孤泽南。承认了，那我去找大夫去了。好，高大人拜托你了。好，那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呀？啊，送上信物吧。哦，啊，丹丹，他已经承认自己是独孤泽南，你干嘛还不拘捕他呀？着什么急呀？你以为他能跑掉吗？大人，大人，大人啊，李哥大人，独孤泽南出现了，在哪儿？在大街上。我不相信。这。真的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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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独孤泽南，现在你相信我了吗？牲口有伪装。伪装我拿到了，走。抓到独孤泽南了，抓到了。莫大叔，莫大叔。说是没错，我老莫就是独孤泽南，所有的案件都是我干的，所有的金银财宝那都是我偷的。你放开我，放开我！怎么是你？美丽，哎，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？我，你知道吗？我曾经无数次想过，我们重逢那一刻会是什么样子？你说什么？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啊，不是。哎，丹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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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快去帮我找大夫，帮我找大夫。我就是大夫。
哎呀，高，高，实在是高。这就是传说中的义子解双筝吗？这没错啊，这就是前几年扶桑国王子败在我们国手顾诗言手下的那一局啊。我一直想看到那一局啊，没想到今天艾公子终于圆了我这场梦啊。丹丹一直想找一个旗鼓相当的人切磋，没想到这个人就在他身边。哎，可惜他不知道。生了，少爷，少爷，少爷，生了，生了，快去吧。是女儿还是儿子？是儿子。少奶奶生了一个大胖小子，还有，少奶奶睡了一觉，这醒来就找孩子他爹，还说让你赶紧上去看看自己儿子呢。啊，他一醒来就找我。啊！哎呀，丹丹，这下总算是明白了，孩子不能够没有爹的啊！对呀、啊，哎，公子，恭喜你啊！少爷，恭喜啊！恭喜少爷，恭喜啊！少爷，恭喜！孩子终于生下来了，恭喜你啊！义子解双筝，袁大人，这次呢，真是义子解双筝啊！啊，赶紧走走走！什么意思啊？丹丹，丹丹，你终于醒了！哎呦，真是万幸啊！你算是九死一生，从阎王殿里走了一圈。阎王殿里？是啊，大夫说了，你呀、啊，算年纪不小了，本身体质也不太好。怀孕期间又不注意休息，睡眠也不好，结果孩子啊不足月就生下来了。幸亏这小家伙生命力旺盛，长大以后肯定是最棒的小伙子。恭喜恭喜啊，丹丹啊，你终于当娘了，我替你父亲高兴啊。啊，谢谢高大人。丹丹，恭喜你啊，母子平安。谢谢班头。丹丹，谢，辛苦。哎呀，丹丹，不要哭，不要哭，千万不要哭啊！我，他这是喜极而泣，也是人之常情，就让他哭吧。哦，哎呀，不是。我听人家老人说过，说女人呐、啊，生完孩子要是哭的话，就会长大眼袋这么大。啊，是吗？那我对，千万别哭啊！不哭，别哭。丹丹呐，你们母子平安就好了。啊，我公务在身，我先回去了。啊，嗯。哎，对了，丹丹，班头还说让我给你带好呢。替我谢谢他们。那我们就先走了。嗯，啊，我送你们吧。哎，不用不用，丹丹呐，等有时间我再过来看你和小宝宝啊。啊，那我就不送了。哎，不用送不用送，你好好陪丹丹吧。啊，不送了啊。对了，我去给你做点好吃的啊。谢谢姑姑。谢谢姑姑。丹丹，你真是福大命大，你穿羊水的时候刚好有个大夫在场，你们母子俩才能平安无事。大夫说你平时不太会照顾自己，所以这段时间呢就由他来照顾你的身子。他还说女人月子做得好，身体会更胜从前。是吗？嗯。丹丹，我知道你不会放弃捕快工作，他让你好好坐月子，月子坐好之后呢，我不会反对你继续追寻你的梦想。嗯。哎，你别哭啊，哭了会有眼袋的。嗯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老想哭。月子坐好了之后啊，你想怎么哭都行，好不好？好吧，我忍。就一个月吗？不是一个月，是三个月。
什么？三个月？对啊，伤筋动骨100天，人家骨折都需要休息100天，何况生孩子？别担心，这3个月呢，我天天陪着你，好不好？从现在开始啊，咱们三个共同进退，同甘共苦，好不好？我还爱着你，永远爱着你，梦中的你和我相伴相依。我不敢触摸这张网，害怕记忆四处流淌，冲动的爱匆匆忙忙，哭过要自己尝。我不敢触摸这张网，如今何必再去伪装，抚平无根花再美，也比不上点点落泥香。偏偏藏在回忆里，我还爱着你，永远爱着你，为什么爱情偏偏若即若离？我还爱着你，永远爱着你，为什么幸福偏偏中的。